这是什么？这股臭味好像在哪里闻过。我来用。神风烈士真是大方。我看起来很高兴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这里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不好的感觉，你的感觉从来没有好过，你连吃个优雅早餐都有不好的感觉。闭上您的兽嘴，否则我就要动手了。停火！立刻停火！我还在想先知会派出哪个家伙来对付我呢，原来是神风烈士，真让我感到荣幸。他正在使用全向探索器，一定就在附近。出来吧，让我们送你下地狱去。再等一百年吧。长官，稳住，虫族就要出现了。小心，爬起来了。当后援部队到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上。
长官，风暴即将来袭，我们无法继续留在原地。将魅影号带到矿场旁，除非这些异教徒首领，否则我绝不离开。就让你死得很干脆，你还在之谜。你祖先的异教让你变质，对不起，证明了我一定有祖先。神风烈士，那家伙在哪？那混账把自己保护的滴水不漏，我们打死也进不去的。那只好逼他出来了。怎么逼？我有切断那条钢缆。快把部队带回登陆艇上。战士们，请返回登陆区。神风烈士会继续向上前进，并将这座基地燃料站切断，让那些异教徒吓得钻出洞来。陨石与你同在，将你蒙冻是否啊？
道站开始下坠。先知们宰割，谁告诉你这些谎言的？是神使。嗨，我是343 Guilty Spark， 所谓的灵斯特区引导者。您可以问他有关 Halo 的事，听听看牺牲背后的事实。哦，还有疑问，能为您开启真理之门，是我的荣幸。神风烈士，精英们全被骗了，但我将会点醒他们。
威胁了我们的朝圣之旅。神石，朝圣之旅？你这个多管闲事的，干嘛教些我听不懂的词？哎，他是神石，又怎样？来吧，我们得离开这里了。